我们来今天看一下这个跟数学有关的，好不好？宝可梦里面也有数学啊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裂空座多长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么长啊！你看，你看这么长，你要怎么表示？多长？裂空座有没有比你高？12000长。哇，这么长！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稍微看一下这个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片上面有三个人？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三个人？来，我问你哦，这个啊，他们是一家三口，可以吗？这个小黑、小红跟小蓝，来，你会告诉我，你觉得哪一个人最高？你觉得谁比较高？黑色的。哎呦，这么厉害，是不是黑色的？是不是黑色的比较高？因为他们两个都站箱子，只有他没有站箱子。哇，这么厉害，没错。是不是只有这两个人站箱子，中间这个小黑没有站箱子，对不对？嗯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有没有看到下面这个有一个像这个用这些圆形啊、长方形啊、正方形拼出来一个小小，还有一个三角形。来，它有几个三角形？可不可以帮跟老师讲，它有几个三角形？4个三角形。哇、哦，这么厉害，是不是一个？2个、3个、4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4个三角形？但有几个长方形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哇、哦，这么厉害！有几个长方形？2个。那有几个正方形？3个。那有几个圆形？2个。是不是有2个圆形？对不对？哦，